哎呦，起来了！他说他路边不能停车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这边不让停车，这边不让停车，快一点过来。起来了，赶紧穿鞋走了，带他去吧。哎呀，刚起来都收到他的短信，赶紧走。到了。你好，我退房。退房了。酒店的早餐一个面包，一杯奶，车就停在下面的。到了，到了。哎，进来，我们的美女。哇，你们在吃早餐了？那个酒店送的面包牛奶。上来上来吃。哇，习惯吗？睡在上面，哎，你的新床单铺的，睡得舒服吗？可以。嗯，今天最后再坐一下这个车，就回去了。哎，好累呀。8:11。从起床到现在11分钟，很快。主要退房还花了几分钟。前面右转啊，我们现在去那个阳光小院，右转及左转，改装房车。前面都是卖花的哦，花博路。120米后靠左前方行驶。这边有点堵了。黄线应该是车比较多，直走，往上面直走，很快就到了。右侧行驶，200多米就到他那里了。哎，就这里。到了，到了。就这里吗？还在前面，还在前面，但是我要去吃点东西，要不然你去吃嘛，我们知道路。知道路哈，你在门口有两个房车，你停在两个房车这样横着停在路边。啊，就可以。好了。等我一会儿。啊，好的。吃点东西就过来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就是他们，就是去他们那里，马上到了。他先去吃早餐。只走180多米。那我们先到了。160米后到达目的地。就这里啊，他说停在这里。我爱我来。哦，哪里有中间？这周围走啊。到达目的地，爱我来，三寿花乡东里职员304号附近，位于道路左侧。现在停到里面去。这里面好多车来改装哇、啊！哇，这里好多野狗，阳光小院。哦，难怪他说两个车中间啊，小狗狗，咬我啊！他是谁来？他就跟谁就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小黄。叫溜溜，溜溜，我还有黄色叫小黄。啊，你们是哪里的？我是南充的，我把车卖给他们了。哦，他是青海的。哦，我就说你说的四川话了。他们我那个车电池坏了，他们要想改个大电池，然后安装一个采暖。那这样，先到那边坐一下，等一会儿那个就是柯南回来就是那个，他刚刚带一个朋友出去了。来走，他这里很热情的。对他们那个云哥和阳光他们到北京去了，所以说这边、哦、只有柯南在，他是刚刚出去一下。你看他这边环境好好啊，他出去吃早餐了。对，班熟了。我是那个六哥的弄完没有了？我上次来他那个地都是平的，摆的全是房车。那就等一下，他现在在弄了。我感觉你们全国各地都有车过来改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好多台了。
我那个车啥都不好使，他们要改了。对呀、啊，本来就是我跟你说嘛，相当于你买了清水房，要装修一下。嗯，就是。要不然你就用起不方便，然后你觉得就感觉就旅行就不舒服，是吧？我也买的二手的，去年七月份来改，他说要排队一个月嘛，我们就走了。那个时候好多车，好热。哦，就是，这必须我们这边必须要排队，前两天这里堆不了了，全部他们那边。嗯，好，对，好多车呀，各种各样的。交流一下，嗯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刘哥，好，刘哥，北京的刘哥啊，这么远都过来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这儿是目前改房车的，比较超前的这个地方。我也觉，是，就主要就这里，就这里哈，就这里。好，你跟刘哥交流一下，哎。这个大哥你贵姓啊？我多少的多。多少的多。你们青海。他们名字很长的。六个字啊，五六个字我都记不住。是少数民族是吧？对，藏族。藏族。哦，看上去就挺像的。那你车开了吗？在这里，就在你后面。哎，超前啊！要管房租不对，超前了。那边特别是你们藏族的少，要少一些，要带头。我要带头，我肯定带头全。带头。看你们那边，他们那边是有钱，但是太封闭了，是。对对对，不玩。就是你，他一带头了，哎，看着玩的好啊，这个对对对，就买的人就多了嘛。对，全部就这地方。嗯，是没电的原因吗？还是控制不了了？看。就是没电啊，一点都没有哈。你就是一点电都没电，10:36，现在前后都没电。这个应该有电了，这个是换的新的，各种检查。我这个都舍不得卖，我南充的。你卖了，礼拜卖掉了。我说那个墙纸被我的狗啃烂了，我说那里也漏水，我说了很多缺点，他说他还是要，那就卖给他了。你卖了？12.8万卖给他，也就如同才12.2万，12.2万卖给他的。12.8万，我从那边跑到南充就花2000多。还那个漆给他少了1000，还有保险2000，反正都送给他了。怎么？看有没有漏水啊？没有。在上面，在上面。他一开始。他到处都漏水。走。从哪里漏出来的？关了、哦、一头关子咋个了？可能是那个里面的管儿啊，直接脱了。你这个有管子吗？有，那个里面。现在不漏水了哈。哎。哦，它就是那个没有扭好，可能是在路上抖来抖去抖松了是吧？你看这么好的新型的电瓶。哪个是新型的？这是旧的呀。没用啊。小。你这大也没有用。也没用。这里的电瓶跟空间大把都在那里。哦，你空间那个。空间有。很重啊。还行。空间那种重度。